好，这一趟是用科克摩加上塔里克 VS 伊泽瑞尔加上纳米，在对线上的话我们是比较弱那么一输输的，但是哦配上 gank 我们是比较强的，只要前期哦来一个 gank 我们就稳了啦。难伊泽瑞尔带四血哦，伊泽瑞尔带四血，通常伊泽瑞尔会带四血，我就不太相信自己的辅助了，因为伊泽瑞尔平常是不太会扣血的。走，进他们野区，出发，伊泽带吸血哦，伊泽带吸血就是，就是浪费掉了自己的伤害啊，因为伊泽瑞尔普攻跟 Q 叠那个还挺快的，我们走这里干嘛？蹲在这里一下好了，有一种感觉。来了，就敲这个家伙，呀呀呀呀，碎啦！啊，把伊德瑞尔给打残了，这样，他的吸血就可以发挥功用了，他马上哦就可以回到线上来吸血了。在这边偷打了几下伊德瑞尔，蛮赚的。不知道伊德瑞尔是回家了还是继续待在下路。如果你让塔里克贴到身，他那个棒槌哦，绝对打到你该该叫啊！我现在还在玩 ED 吗？我现在哦，没有什么在玩伊泽瑞尔了，我感觉其他的角色比较强一点。啊，用 Q poke 一下，你看我这个角色长得跟伊泽瑞尔就挺像的 ，Q 就跟他的 Q 是一样的，都是这种远距离的 poke 技能，还会降防御呢，只是伤害低了一点。哦。这边就可以慢慢的把兵线拉回来，对面的李星哦已经把上半部给吃完了，也就是说还要来下路了。好，李星来下路的速度哦比我预想的还要快那么一点，被他打了一套，等塔里克帮我补血吧。砸我！该不会还要来第三次吧？我们现在这边放一个眼睛看一下，李星有没有要再进来哦 ？gank 我们第三次啊！如果没有的话，我们就乖乖的把这波兵给吃掉吧。我感觉会来啊！我先后退。目前比数是2-0，算了，又就算了。用生命，我都要吃到这一波兵啊！不吃就亏了。
好，已经看到李信了，那我们这一波兵呢就可以安全的把它吃掉了。好，吃完快退，吃完快退。我在塔前哦，是绝对不会落兵的、啊，塔前全吃。好，回家买装备，我买陨落王者吧。我在这一个版本的改动最喜欢的就是这个陨落王者的变回原样啊。第一个装备就选陨落王者。贼起来，贼起来喽！塔前一只都没落，不算。你看那个谁，塔里克吃的也应该算在我的金钱里面啦、啊，这样子是不算有漏的。对不对？那有爪啊！就来到了二比一，我们在这个跟敌人战斗的时候，忽然有一个啪啪啪啪哦，爬到了身边，把我给吐死了。怎么会有一条蛇啊？这边的话，阿忠哦，哦，哎呦！原来阿忠是在贝特啊！阿忠刚刚这一个走位哦，真的是走得非常的漂亮，非常的流畅啊，把对面伊泽瑞尔所有的招式都给逼了出来，转碎啦！伊泽瑞尔没闪了，塔前全吃，目前比数是3-2，我们大家哦都已经有参与到这个游戏啦，除了阿忠打到现在哦还是000，并没有参与到这个游戏。接下来就看我 carry 了。寇克魔准备好了，然后六等之后，你就可以开始用寇克魔进行 poke 了。寇克魔的 poke 就是你一边普攻，然后把 R 放在敌人的后面，这样子，要么他就会中你的普攻，要么就会中你的 R。运气再差一点哦，就两个都中了。哇，蛇手又来了！好，比数来到了6-3，对面这一条蛇哦，又爬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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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爬到了下路，把我们给干掉了。但是阿忠哦，血量非常的厚，双防哦也都有60，所以这个李信加上蛇是没有办法打死他的。我先买个鞋子，又把我给杀了。阿忠刚刚一直在等待一个可以开大的机会啊，看到我死了就知道，呼，是机会了，开大！一看到我死了就知道了，机会已经到来。
啊，爆聘，爆聘。只有我吗？好，这边哦，蛇女又爬到下路来了。都打死啦！士兵，士兵，士兵！又一次的在下路享受了这个VIP 级的待遇啦。今天比数是6-4，那我的队友我的队友是在塔下都动弹不得了，又嗝屁了。怎么赚啊，上路都拿到上塔了，欸，啊，锤子也掉下来了。上路的波比跟这个阿里哦，应该是卡在了对面的塔下，直接被塔给打死了。没办法，大家一定要体谅一下，体谅一下格瑞娜。最近哦，又有那个台风哦，中华电信就不是很稳了。走走走，我们来推下路吧。我鸟，哎，啊！快跑啊！纳迪鲁斯来了！没有没有，雷格啊，怎么可能会扭不掉？Double kill， 比数来到了9-6，让我再多吃一点小兵。死的，又是我了。来个陨落王者吧。这个塔里克好会晕哦。我已经开了一整晚的 party 啊，拜托大哥别再闹我了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有两个选择，你可以哦，你在 W 点高了之后你可以负 Q 或负一啊，负一的话清兵会比较快一点，然后你在会战中也会比较有伤害啊。我负 W 好了，啊不对，我负 Q 好了。我的死亡参与率哦，也不是很高嘛，就4%而已，也没有到很高啦，普通而已啦。啊！要出大事啦！对面，不要，不要再找我了。我的可爱是一种罪过啊！
数来到了16-8，我们冲进了敌人的这个箭塔里哦，再把他的蛇女给干掉了。我买大装了，买个电刀了。这个塔里克真的好强哦！哎呀，因为我以前是打信长了哦，我一打落之后，马上就把这个按键给改掉了。然后来去吃个红爸爸，今天会玩恶灵古堡啊？会吧？看一下那个恶灵古堡四代能不能玩啊？因为灌了他的汉化包之后，游戏变得有点怪怪的。忍术大水球之术，我呸！点 Q 好了，各位有没有看到我刚刚那个惊人的操作？我刚刚竟然用右键直直的点在了他的头上，就把他给打死了、欸。懂，懂了一声，我们没事没事，大家加油加油，用力拆这个塔。好，比数快到了21-10，我们惨死在敌人的家里了。没关系，稳的稳的，我们稳扎稳打。该买大装了，就买一个这个。再来哦，把控御守卫给升级好了。哒哒哒哒哒哒哒啦，升级，十字镐。我刚刚是为了打出我的保底输出啦。试一下野怪好了，反一下野。当你等级够高的时候，你打这个乌龟就很快了、啊。前面的话会有点难打。好，把乌龟给吃了，再来哦，就来推上路吧。不出飓风哦。飓风我感觉没有那么必要，扣红我还是打单体比较强。我扭，有三个坦克保我，再怎么样也不会勾到我吧。好，我们的阿狸先冲了进去，对着对面的这个生鱼片哦打了一套，但是蛮可惜，哎呦，清到了对面伊泽瑞尔，这把清到了。
我要来进去大夫了。冲啊！躲在建筑物后面哦，就不会被勾了啊。哎、欸，我有治疗哎、欸，我是不想给他哎、欸。有，我有方案，我有方案，没办法啦，没救了啦。我也是很想保住你的 KDA 的，但是哦、喔，没有办法啦，治疗都按了，还是救不起来啦。尽力就好，尽力就好。啊！来，打！好、哦，成功的干掉了敌人一个，比数29-15，游戏终于要再一次 GG 了。现在雷克萨来狂敲对面的箭塔，波比也正在敌人的珠宝前面跳舞。波比又怼了几下之后呢，发现哎情况有点不妙，哈哈哈哈。波比就死掉了，GG思密达。这场比上一场好哎、欸，加了15分哎、欸，我们输出了32,397啊，跟其他人差不多，大家都尽力了，大家都尽力了。嗯，我尽力救你了。没办法，救不起来啊！看我的台可以上精英啊！看我的台哦，你绝对是轻松上精英的。你只要看着我平常的操作，我都会把这个操作化繁为简哦，让你们学习这个最轻松的上分方法、啊。